冲呀！御风而行，克！看不清了吧？我会保护大家。 解意，你也障目。 收兵去。 安如磐石。 解意，克！我会保护大家。 冲呀！ 想用歌声带给人们同样的惊喜。
受人之托，固若金汤。是我这一招御风而行，看不清了吧？我会保护大家。这样，后，这样，是我不行，撤退吧。我已经玩腻了，后会有期。聚收并蓄，朔风锦衣，真是，想躲到哪儿去？滚！安如磐石，往返自然。障眼法。聚收并蓄，御风而行，唱。天地的馈赠，若金汤，往返自然。看不清了吧？安如磐石，朔风锦衣，一叶障目，打起精神来哟。偶遇珍宝，是云游四方的妙趣之一。固若金汤，遗珠弃璧，极光片球。
聚收并蓄。不虚此行。又有工作了，固若金汤。往返自然。简称，开始。这。该出发了。朔风解印，克！我会保护大家。跟紧来。这里怎么会有宝箱？
自然，克！看不清了吧？御风而行，克！打起精神来哟！坚不摧，朔风解意，这后卷唱开始，这后这起。令人快慰。在大雨中漫步，让人神志清醒。不过等雨停之后，还是尽快把衣服烤干比较好。顺着风的方向，飘摇风雨中，往返自然，克！坚如磐石，御风而行，障眼法，打起精神来哟！这，这，往返自然，克！看不清了吧？天理长驱，拒收并蓄。障眼法，
若金汤，风动鱼形，这一叶障目，幻影珠帘，这他安如磐石，我会保护大家。朔风解衣，克！固若金汤，往返自然，唱！障眼法，聚收并蓄，看不清了吧？御风而行，卷唱开始，哈，吼，芭芭拉冲呀，哈，天动万象，往返自然，唱，呵，御。起精神来哟！哈！呵！障眼法！吼！这！固若金汤，御风而行，克！安如
磐石。香料工艺考究，成交，真是感谢你一直照顾我生意啊。这可真不是我瞎说，他们几个镀金女团现在争得那么厉害，三十人团的话也都不当回事了。哎，你们知道吗，这里好热闹啊，不愧是须弥最大的商港，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听了迪西亚的话，总觉得这里有些人还有点危险，我们准备开始调查吧。虽说我们知道教灵院丢了某个和神灵相关的东西，可其他信息还一点都没搞到。阿斯法德先生说我们可以装成学生打探消息，但刚刚在路上我用虚空查了查，奥摩斯港并没有教灵院的研究设施。如果东西是教灵院丢的话，装成学生来探听消息难道不会更可疑吗？其实这么热闹，每天都会接待很多客人，我们就先在附近打听一下好了。欢迎光临，二位要买点什么？老板，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奥摩斯港这里平常有学生吗？当然有啊，尤其每年一到这个时候，须弥城就有不少快毕业的学生来这里散心。我可没少听他们说，什么教灵院入学和毕业就很难了，要想当上研究员留在那工作更是吃尽了苦。唉，我们这儿风景好，气氛也比教灵院要轻松，而且还有人说在这里能交到好运，学业和研究也能变得顺利起来。那边几个不就是教灵院的学生吗？他们几个前些天一来就是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了，还是我们做生意的好啊，只要有虚空交给我们的东西就能过得很自在了。他们现在正在聊什么的样子，要不我们悄悄过去听听吧。哎，不行，我完全没打听到有用的消息，最近街边上还站着好多镀金旅团的人，看着怪吓人的。最近奥摩斯港几个镀金旅团之间争斗得很厉害，我们要是单独行动的话，最好还是别往他们扎堆的地方去了，尤其是嘴里总念叨着赤王啊复仇啊的那群人，听说聚沙厅都觉得他们棘手。他们是叫阿赫什么来着？是叫阿赫马尔之眼。其实我今天打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旅团手上是有我们要找的东西情报的。你说什么？你们还不知道吗？奥摩斯港的镀金旅团也有不少在参与交易这种东西，虽说他们对陌生人很警觉，但其实并不排斥学生，因为学生要的货他们一般不要，只要向他们表明身份就还有的谈。听说那个旅团的人经常会在迪亚法饭店那儿出现，可以花50万向他们买东西的情报。等一下，50万，光
情报就要50万的话，东西岂不是根本买不起？哎呦，完了，看来我是别想靠这个毕业了。那倒不见得，我们几个的研究方向都很偏门，那种刁钻的知识除了我们谁会买？绝对卖不出价钱的。哦，有道理，现在最关键的还是找到引路的人，我们几个干脆凑一下钱找他们打听一下。哇，他们讨论的事情好可疑啊，我没听错吧？那种刁钻的知识除了我们谁会买？知识是可以买的吗？你打算怎么做？可是他们说买情报需要50万摩拉呀，你认真的吗？好吧，虽然有点心疼，但你既然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们去试试看吧。你喜欢为新人们打手势啊？行，恶魔四港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有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也有许多好吃的。不愧是须弥最大的商港，这里的生意人真多，而且大家都很有精神。事情怎么会这样？哎，还不是因为你自由发挥才闹成这副样子。早知道我就应该劝住你，再等等丹吉尔先生的消息才是。可是昨天我刚刚雕好这尊狮座兰纳罗的时候，你也觉得小朋友们会喜欢，所以才摆出来试一试。那毕竟我也没想到小朋友们会这么不喜欢啊。怎么办啊？哇，和其他人一比，他们真的很垂头丧气的样子，要不我们去看看吧。你们好呀，我是派蒙，他是路过这里的旅行者，请问你们是有什么烦恼吗？哦，我刚刚就注意到二位了，欢迎光临阿哲罗造像，本店是奥莫斯港最好的玩具商店，至少目前还是。我们的烦恼来自这尊狮座兰纳罗，首先能够让我们听一听二位的宝贵意见吗？狮座兰纳罗指的是这个木刻吗？看起来像是蘑菇变成的怪物呢。果然是这样的评价，真头疼。果然也没有得到正面评价。所以这个狮座兰纳罗到底是什么呀？哦，是这样的，兰纳罗是须弥童话中一种居住在森林里的精灵。本店原来打算在20周年店庆之际，以小朋友们都喜欢的兰纳罗童话为主题，推出兰纳罗系列木刻玩具。这一尊呢，就是我们提前制作的木刻原型，用来测试小朋友们的反应。唉，只是在原型展示之后，我们收到的意见和最开始的预期有些许不同。他们也会觉得这尊狮座兰纳罗很像蘑菇吗？不，也许更激烈一些。我不太会转述小朋友的话，和他们也聊不到一处去，得拜托你们问问看了。这不是兰纳罗，我不承认。
我读过丹吉尔叔叔写的《并训兽与兰纳罗》，那里面说兰纳罗都是肉嘟嘟的，看起来很弹弹。这个木刻看起来根本不是这样的。嗯，玩具的话，胖嘟嘟的也许会更加可爱一点。嗯，我想起了丹吉尔叔叔在兰纳罗的誓言里说过的话，眼睛也许会被欺骗，但是内心不会。看着这个木刻，心里就觉得不是很舒服，感觉作者不用心，我的内心不承认这个是兰纳罗。不用心好像是很多人都会说，但是又很难传达的一个评价。虽然卡西特和阿莉亚都挺不喜欢这个木刻的，但是我觉得还好了，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反而会觉得他有点可怜又有点可爱。哦，是正面评价。是的，所以如果他不叫兰纳罗的话，我会让爸爸给我买的。喂，突然就变成了很糟糕的评价呢。我们问了小朋友们的意见，怎么样，他们看久之后会不会觉得这个木雕顺眼起来了？好难过，丹吉尔先生怎么还没有从化成锅回来啊？刚刚小朋友们也一直在说丹吉尔叔叔，这个名字听到好几遍了，究竟是什么人呀？丹吉尔先生是奥摩斯港小有名气的童话作者，之前他曾经写过十几篇童话故事，但是都和世作兰纳罗一样不太受小朋友们的欢迎。但是从一两年前开始，突然之间他的灵感就像是绿洲里的泉水一样涌出，每个故事都能吸引很多小朋友去听。是啊是啊，我家的小加法里也可喜欢他的故事了，就连我们想要推出兰纳罗木刻，也正是因为发现了小孩子之间的兰纳罗风潮。哎，本来想拜托丹吉尔先生指导我们，但是他刚答应下来就带着他家儿子去了化成锅附近取材，一直没有回来。原来预计开售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没有办法，就只能凭着想象试着做了一尊木刻，结果就是这样了。这样不行啊。哎，对了，既然你是那位旅行者，能不能帮帮我们去化成锅找到丹吉尔先生？他要是忙的话不用他亲自来，只需要他把建议写在纸条上再托你带回来就好了。拜托了，就当是为了小朋友们的笑容，当然我们也会准备好报酬的。他们看起来真的很着急的样子，为了小朋友们的笑容还有报酬，我们帮帮他们吧。没错。丹吉尔先生几乎去哪里都会带着他家儿子，两个人感情非常好，可能这就是他能写出那么好的童话的原因吧。总之拜托你们了，一定要找到丹吉尔先生。之前提到的就是这家饭店了，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辨认一下有没有他们说的那些人吧。真邪门。好，两位来了呀，快请坐。哼，就凭他们的德行也想跟老大叫板？等我们拿回赤王大人的力量，老大肯定第一个先收拾他们。他们当然不足为惧，现在我们的最大竞争对手应该就剩凝猫团的人了，他们这次也弄了不少钱，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狞猫团的人都是些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只不过想趁机捞一笔，怎么能跟老大比？是啊，老大那么虔诚，这次一定能用这种力量将我们的神明赢回来。这些家伙满嘴都是吃王的事情，我们要找的人应该就是他们没错了。哼，绝不能轻饶了大慈树王那个叛徒和他的子民。将来当赤王大人向须弥复仇的时候，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都要遭到报应。我也有点在意他们说的话，等会儿要是有机会，我们也问问这个吧。怎么这样？你们是什么人？有事吗？学生？哼，教令院的学生不在须弥城待着，跑到奥摩斯港来做什么？哼，挺上道的，钱带够了吗？啊？你不好意思，他刚刚只是手滑了。喂，你不要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啊！虽然好心疼这些钱，但现在也只能给了。给，这张纸上写着的是商人的地址，你们要什么东西自己去那边挑。啊？怎么还不走啊？对对，你们刚才提到的赤王大人，我们其实很感兴趣，毕竟我们是学习考古的学生。行，看在你出手这么爽快的份上，倒是可以跟你们说几句。嗯，你们也看出来了，我们阿赫马尔之眼的人都是赤王大人的忠实信徒。当年赤王大人在沙漠中建立了伟大的国家，也就是我们的故乡，那儿的发达程度可比现在的须弥厉害多了。赤王大人是当之无愧的智慧之神，不过可惜啊，赤王大人却被一个信任的家伙背叛了，就连智慧之神的名号也被他夺走了。你的意思难道是说？对，就是大慈树王，这个无耻小人毁灭了赤王大人的文明，我们的祖先们也被迫逃亡到了这里，逃到了仇人的脚下生活，而且他还和教令院的人掩盖了当年的真相，把自己打造成一副宽厚慈爱的模样，真让人恶心。唉，不过赤王大人并不是真正死去了，因为沙漠中已经有人听到了神谕，赤王大人如今正在复活，我们一定会赢回我们的神。到那时候，无论是那个背叛者的信徒，还是忘记了自己神明的沙漠民，这笔账都会一起算。如果你们害怕的瑟瑟发抖，现在皈依赤王大人说不定还来得及。哼，这件事跟你们教令院的人没什么好谈的，行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吧。等一等，你们被他骗了。啊？什么？又是你，你这个教令院的疯子。对，是我。我之前说过了，如果你们不肯和我坐下来好好谈谈的话，我是会做点什么惹你们不舒服的。你们两个听着，他之前给你们的地址是假的，这伙人到处声张自己提供东西的情报，把人骗到他们的地盘去，等人到了那里，他们会先留下你要买东西的证据，然后以此要挟你把身上的钱全都掏出来。闭嘴，艾尔海森，你成天来坏我们的生意，到底想干什么？我那天说过了，想跟你们老大谈谈条件。我们老大也已经说过了，他不跟你谈条件。他之前是这么说的，但不代表他之后也都这么想。我告诉你，别逼我们动手揍人。一般我们不对教练院的人动粗，因为不好收场，但对你这种疯子，事情就不一定了。如果武力对话就是你们的答案的话，可以，我接受。
毕竟魔神之间也用战争决定提瓦特的归属。但如果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对话方式，我接下来做的事就不是让你们丢几笔生意这么简单，我会伤害到你们镀金旅团的面子。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比较看重这个，我很确信一旦我采取行动，你们老大就会主动来到我面前，但那时候有些东西必定已经无法挽回了。另外我对你有个建议，你最好把今天这里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你们老大，不要让他将来怪罪你没有把话带到。你说什么？你仔细想一想，我以前说的话有哪一句没有办到？大哥，这个疯子他……好，如果你真这么想死，下周今天的下午4点，我们就在那边法罗斯灯塔前的栈桥见，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不客气。慢着，把他们俩的50万放下。哼，哎呀，几位，你们惹恼了那些大爷，小店之后可怎么办呢？而且刚才他们那桌的饭钱也……老板，最近店里的招待好像少了很多，是都忙着找学生散布消息去了吧？这……你都和那帮坏人做生意了，问你一句就支支吾吾怎么行呢？一顿饭钱作为我们的封口费，很便宜了。刚才那个人，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呀？镀金旅团的人竟然把我们的钱扔下就跑了，而且他好像知道很多事情的样子，我们快追上他问问。他往那个方向去了，我们快追上去。想喝什么就跟酒保说吧。赶快调整一下航船的班次。等一等，你是叫艾尔海森是吗？怎么了？不用了，我的目标本来就是他们，你们为我提供了个机会，我们现在两不相欠了。奉劝你们一句，离那些家伙远一点，他们没从你们身上捞到钱，说不定将来还会找你们麻烦。行了，就这样吧。你先等等，我们还有一些事想要问你。你刚才竟然当面戳穿了他们的骗局，也就是说你应该知道东西的真实情报对吧？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打听这件事？学生，你要知道那伙人会跟你做生意可不是因为相信了你的鬼话。哎，啊，对，他可是很厉害的，你接下来不是要和那伙人武力对话吗？我们可以帮忙的。他连神之眼都没有，还是算了吧。他虽然没有神之眼，但确实是能使用元素力的，否则我们也不敢随便就去找那个阿赫什么的人打听消息。看那些家伙气势汹汹的样子，你和他们见面那天他们肯定会去很多人，不管你还有没有其他帮手，带上我们总没错的。可以，我接受了。你们要找卖那种东西的商人是吧？有纸和笔吗？我把其中一个的地址给你们，你们自己去碰运气。约定时间，你们到栈桥那儿和我会合就行。虽说你们不来也无所谓。那个，既然你都肯把商人的消息告诉我们了，在那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们，东西究竟是什么？你们连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刚才就肯花50万？好吧，如果你真的身手了得，倒也确实可以在他们凶相毕露时用武力把答案找出来。你们既然在打听东西的情报，肯定不是一无所知，说说你们现在了解多少，这样我讲起来也不用说废话。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大概和教灵院有关，不仅镀金旅团的人在交易它，还有些学生们也在找它。好像还有……你们其实知道的差不多了，应该是因为没见过实物，
所以没办法把这些情报结合起来。他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东西。啊，我还没看清楚呢，那个像装饰品的玩意儿是什么？它叫灌装知识，简单来说是一种容器，能储存一定量特定的知识，相当于一个小号的虚空。只要把它和自己的虚空终端进行连接，无论是谁都能迅速获取其中存储的内容。对，无论是谁，不像虚空有复杂的规则，会严格审核某种知识谁可以获得，他会无条件地把里面的东西交给你。听起来好厉害。基本上来说，它是个方便又无害的知识库。不过很遗憾，私自持有和交易这东西在须弥都是违法的，因为它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让学者们能把从世界树获取的知识存入虚空，在使用过后就应该立即销毁。但即使防范严密，总有些灌装知识能侥幸逃脱毁灭的命运。毕竟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对虚空设计的人生不满，希望用它改变命运。不过近百年来，从教令院流出的灌装知识内容混杂，在奥摩斯港真正有价值的好货就成为了镀金旅团的敛财工具。被镀金旅团视为破烂的那些，偶尔还能为普通人和教令院的倒霉学生提供一些帮助。好了，我要讲的就是这些了。原来你真正的目标在这里。我认为以我们之间的交易还不足以让我回答这个问题。还不死心吗？好吧，那我们换个人更少的地方说话。这片洞天呢？玉壶中的